大家好，今日嚟到何文田睇间浩田嘅银主盘，讲紧1477尺。之前个业主就8800万买，而家系几钱呢？系减咗足足接近4000万，现时嘅价钱大概系5200万左右啦，连埋个车位。双子门浩田呢间凤凰楼啦，就睇一个海景，再睇个山头景。然后有一个好大嘅平台啦，好似呢啲市中心有室外咁大嘅平台系好难揾。上面就有特色户啦，呢件都叫特色户。成间屋嘅面积就1477尺，连埋一个大平台。然后就四房双套，我哋入去睇下。入门有一个双子门，呢边可以整一个鞋柜，可以靠呢边整嘅，不过佢冇整。转入嚟就有一个长形嘅厅。咁就一个砖地板，有一个横厅，基本上就一个曲尺型嘅梳化呢个电视。咁正常佢张餐台咧就应该摆喺呢个位置，然后佢有一个露台啦，有一个平台啦。我哋等阵先出去睇，我哋睇下个厨房呢边本来摆咗个双门雪柜，不过拆咗，系啦。基本上个厨房就 U 字型，好靓，好大。同埋呢度可以望翻自己花园都 OK 嘅，有电磁炉啦，三个炉头，下面呢啲都做得 OK 嚟。似呢啲厨房又大又实用，三五知己一齐下厨都冇乜问题。同埋佢呢边就有埋个工人房俾你，基本上成个 area 就俾工人去。厕所最主要有窗嘅，有呢个 area 可以摆张床，同埋楼底都好高啊。一个伸缩嘅双龙头啦，两个星铺。我哋转翻出嚟，呢边就有个露台位，露台位开就落翻去。个露台几长身嘅，呢边望出去向翻东。这个天台特色，我哋扫出去，整个景观就好 wonderful。又话好大风，基本上你平台嗰扇门开埋，再开埋呢度，你睇喐噶，就成间屋就接近南北对流，就好斜风，就算唔开冷气都好通透。似呢啲长厅咧，真系用起上嚟相当舒服。佢呢个平台位咧，可以敞开晒，基本上成个花园都可以归纳个厅嘅整个部分，非常之正。室内嘅空间长形嘅。可以有啲聚會嘅 area， 可以燒烤嘅 area， 仲有個 long table。望過去景觀都好闊啦、啊。喺市中心嚟講，呢種景就 very good 噶啦。正。山頭過咗去，上面有人踢波，好正。可以一起再入会，仲有个来去水，呢边可以上菜，仲有好多空间。我哋继续睇，顺住走廊行，我哋会嚟到书房嘅位置，都几大间，同埋佢有啲贵啦，都几实。但我就唔中意密室咯，咁呢间房或者我会另外用途做衣帽间。然后呢度就睡房。一扇大窗，然后一张床，有衣柜，个衣柜都好大，可以收埋一个人。然后呢边就有佢嘅套厕，有套厕嗰边都有窗嘅，系个淋浴嚟嘅。大少少嘅小朋友可以住呢间，下次基本上 OK 嚟。再行前少少就系另一间睡房，小朋友房啦，有衣柜，有书台，基本上呢度摆张床，咁就 OK 啦。咁望出去景观都有成片翠绿啦，下面就会所嚟嘅，呢边就主人房，我哋先睇下个主人浴室，系豪宅嘅四件套啦，有浸浴、淋浴，然后仲有一个坐厕区同埋一个洗手盆，然后有窗嘅，呢度有个全身镜 ，good， 再出过嚟就睡房嘅位置。呢埲墙可以装个电视啦，
又摆张床，咁呢个就预留咗一个衣柜位，可以做到顶。个衣柜都好深噶，成个人匿埋去冇乜问题。呢度仲有一个露台位，望出去个山景。呢间主人房就略为大啦，但系配置上我自己都会靠呢个位置会做书房，然后张床拍落去，几特色嘅一个户型。成间就睇完，似呢间就变成银主盘，银主嘅叫价就之前就开4800，之后就反价变成5200，现价嚟讲都相当抵位嘅，因为佢送埋个车位，系啦。咁有咁无敌嘅景观，有一个靓后望，5200万，你哋觉得点？欢迎留言话我知，我系 Louis， 我哋下期再见，拜拜。